哎呀！我狗狗，它为什么只会往我头上掉，不会往别的地方掉呢？哦，一定是知道我饿了。老大，奶龙真的很笨，火火锅砸中他的头，肯定是因为大头赢呀，不然老大怎么能砸得中啊？话太多了。暴暴龙，小紫冰，奇怪，怎么一看到你们就来气呀？生气就对了，因为你吃了我种的愤怒火果果。这只火果果可厉害了，吃了你就会忍不住发脾气，毁灭自己，毁灭地球，毁灭全宇宙。奶龙，你在干嘛呀？你看他干嘛那么大声，吓人家一跳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下次会注意的了。快来看我给你带的好东西。哟，两个人我也不在怕。你上，小七，小七。老大，看我的吧。嘿嘿。干嘛使用隔山打牛？啊，我没用啊！肯定是奶龙搞的鬼！看招！老大，你没事吧？你说呢？暴力可解决不了问题哦。就是就是，奶龙，我和你没完！看我的无影花！冰糖葫芦是你们偷的，快点还回来！我们才不吃冰糖葫芦呢，会蛀牙的。你们还狡辩！哎呀，快跑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狼狈呀！你们拿走糖葫芦不给钱的样子才狼狈。真不好意思，我吃东西就没有偷过钱。嘿嘿，每次都是我掏的钱。不过这一次我给了。你还真没转呀，那还不快跑！你们别想逃！暴暴龙，别挣扎了！哼，别以为我没有招了！小七，小七，嘿，反弹！反弹！反弹！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？逼我使用绝招是吧？糖衣炮弹！奶龙，你下来呀！我来喽！水呢？终于找到你了！刚刚是不是有东西咻掉下来？果然是奶龙大侠，这都砸不死你。这是谁？我就是杀戮才能使我愉悦的疯狂少女 Doris， 我是来挑战你。小姐好吃还是好吃？既然无事，本小姐气死我了！受死吧！这天气有点热呀。嗯。人家就想请我喝口水，你俩咋这么多事儿呢？上次井盖也是你俩盖上的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来来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奶龙，你表演个才艺吧。我不。我也太快乐了，太痛苦了。天哪，悠悠，得不掉就毁掉。妈妈，我可以要这个大的吗？不可以！哎呦我的妈！